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，来吃天津菜。天津菜嘛，天津菜嘛，天津菜还是天津菜啊？天津。那我还是说普通话嘛。今天我们来吃这家店呢，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。刚才老板跟我说啊，天津当地几十个网红都来他们家打过卡，这是我没想到的啊！没想到天津有几十个做美食的网红，挺牛逼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尝尝这家老天津味，味道怎么样 ？Let's go！ 老天津味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正在等位啊，够不了，下一桌就是咱们了。已经把能等位的人全等走了。其实天津菜馆关门都早，基本上在8:30到9:30之间就关门了啊。那就是老板啊，非常帅。穿金戴银的，一看魏小正，是吧？你看这一只手三条串，看这排烟筒，看着它像一个那个古龙的，那其实不是，闻着是倍儿香啊。那不知道吃的怎么样啊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那个抗议结账。大家好，男子汉，干什么？害羞了。Hello， 害羞羞。Hello， 拜拜，再走吧。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你们坐那儿。哎，行，那我们先进去。哎，哥哥请。磊哥，点菜。看您最后一块不卖吧，说不卖。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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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一个炖肉烩菜，这烩菜跟东北的不一样了。不一样，咱说天津。天津啊，这个马葛菠菜是啥？带壳的那个，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就我们塘沽的那个小马蛤，爆开水，海鲜海鲜海鲜多的，那保守所以没事儿弟弟。行，那来一个这个假人鸡腿来一份，好嘞，米饭来四碗，哎，有没有天津当地的陕海关？山海关不是天津鸡腿，天津鸡腿陕海关啊，那来40了，我小时候就喝那个，那绝对天津鸡腿，来40陕海关，好嘞，哎，谢谢，这个菜单给您，哎，陕海关。凉的行吗？行，就得来凉的。哎，你不是说这叫大瓶啊？成根儿，帅的哦，好喝，比大洋好喝。中华老字号，陕海关，赶一个。祝小队员天天能喝到橘汁汽水。但是呢，不错。哎，是还行。这就像那泡腾面。对，泡腾面，泡腾面。对，喊麻哥菠菜。哇塞，这是麻哥。这是菠菜，就是一道两菜，麻哥菠菜。我觉得就是螃蟹送里面，里边还带点姜，挺爽口的，开胃。对，还得拌嘛，上面有麻酱。我刚才吃一个上面糊巨多麻酱的一个麻哥，吃这确实应该9.9。我那蒙古王没带过来，带过来咱俩又能畅饮一番了。哇，老包三，老包三，那个三是什么三儿？猪肉、猪肝和猪腰，它这本身厂里你看已经有蒜了，这儿还给这么多蒜，对，它可能就是这种生熟的蒜配起来感觉不一样。是吗？哇，哇，我蘸多了，有点辣。很家常，但是很好吃。量也挺大。这太香了。咱们这边是咸香。它这边是甜香，虾仁鸡丁啊，是吧？也叫鸡里蒙，鸡里蒙，鸡里蒙，是吧？虾仁鸡里蒙，那被鸡包围了，感觉挺帅的啊！啥呀？哇！它那外边确实软炸过了，这偏硬，然后这里边软的，这应该吃喝是怎么了？不是一个一个夹的，这应该拿勺吃这个。哎，它虾仁是吸取了鸡肉的肉香味儿，然后鸡肉是吸取了虾仁的鲜味儿。哇，你这挺厉害的啊！你这说的挺厉害的。北京也就叫餐馆馆儿哈。对，没有，在我们天津叫狗食馆儿。狗食馆儿，对，狗食馆儿。是这方面那个，还有这方面的，对啊，狗食馆做做炖肉啊，哎，看着真不错啊，尝尝这个烩菜，这个烩菜说是。正宗的天津烩菜，跟东北那不一样。说实话，这菜光看着挺腻的。这肥肉我有点不敢吃。那我尝尝。干净吗？
化了。啊，是吗？正经化了。你像干丝肥肉很硬腻，但它确实是特别的软，放进嘴里都不用嚼，就拿舌头一顶化，化成一大滩肥汁。是不是打扰您了？没打扰，没打扰。您吃您，我吃我的，没事没事。聊聊，您跟他们聊聊。来，过来那，你留个电话，过来那，也许我们店会用你们，马上开业。我们经常给您。得，您生意兴隆，大哥。不是你会对我有嘛帮助？咱比北京的，一点儿点钱儿说话的。你对我有嘛帮助？我暂时没想到有。而且就是。自己拍着玩，我们就是朋友，不是那边人吧？不是啊，我们北京来的嘛，今儿刚下。你们要那个？你要那个？这是老包三，老包三。你们要那个爆炒腰花？爆炒腰花啊，那个老板推荐。对。但是老包三不是天津特色吗？对。小肠。您没听？没听。炒的口比较老一些，那个老包三炒的那个腰花比较嫩啊，刚上来就热吃，特别嫩。我再多说一句，哎，您说，他。爱新觉罗的家族就是延续到黄天津，爱新觉罗，那不是皇室吗？对对对，皇后裔，对皇族后裔。爱新觉罗，爱新觉罗。我爷爷是嘛呢？我爷爷是正团，正团副师级。啊，正团副师级。三星团。三星团。三星。星。星。三星团。三星团。三庆团。三庆团。你呀。你回来，你了解一下，咱俩再聊吧。是。我奶奶的姥爷，在武清县是朝廷的三品。啊。有一个营的兵力，在1900年之前吧，一个营的兵力在给武清县，在给我们家就看门护院。看门护院，咱确实是皇旗后裔，爱新觉罗以后都会改姓。是太麻烦了也，就写说写作业什么的。哎，刘老，你说写作业、考试什么都挺麻烦的，那么来。哎呀，我你俩，你要自己拿个章行吗？挺牛逼的。差不多了，打包吧。没事儿。行，吃完了，点评一下啊。就说一下他们家这个虾仁鸡丁吧，这虾仁鸡丁真不错，爱新觉罗都。真的能入皇家法眼，你就说，确实这家店有点东西。这个虾仁鸡丁呢，当地人也叫鸡里蹦啊，那个鸡里蹦呢，就顾名思义就是，那虾仁在鸡里蹦啊，应该就是虾仁炒鸡丁的意思。看似挺清淡的，但其实还是非常有味道的啊，特别适合拌饭，特别适合拿勺吃啊。所以我们给它打了一个4.13分。这回我们人家一共花了54.5块啊，性价比真挺高的，对吧？又吃了海鲜，又吃了肉，又吃了蔬菜，而且还碰上了皇家虎爷，我操！感觉这次旅行真的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啊！这家店是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北里8号楼底商啊。行，就这么着，下回再来吃点别的，再见。